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今天怎么样？没什么呀。今天衣服湿不湿？比昨天好一点是吧？还好。嗯，今天摄影师是不是对着你一顿狂拍？你咋知道？因为他把照片私下发我了，他说总算知道原来你是小鱼儿。嗯，讨厌。今天吃了吗？带过去的？没吃，葡萄分给同学几个。嗯，这什么呀？这就普通的那个红豆包。你没吃啊？没吃，就学校饭菜管饱。哎，这谁啊？哦，那个好朋友送给我。哦，我没吃。你们一起分享东西是吧？是。发新书了啊！今天发书了？嗯，这么意外？这是普通的，没什么用的课外书，发了12本。什么叫没什么用？不行，你健康了。我拿了1本《道德与法治》，其他家也应该都有，还有那些没用的没的。12本里面有主课有副课是吧？不，主课就2本。什么？历史还有道法。啊，语文数学也没发。嗯，那今天伙食怎么样？哥，晚饭那个红烧鸡腿，好吃。然后中午啥来着？啥来着？忘了。好像也是那个红烧什么肉。哎，你为什么把这个校服的最上面那个扣子也扣上？乐不乐？好看，非常端庄，非常优雅。你昨天的军训小报拿去以后，啊，是啊。老师有没有说？画的太丑了，没有，就是还没看。老师那全班选4幅还可以评奖。那你是肯定没评上，我看你做的好丑。嗯，讨厌。